神探查警论。李俊，他最高做到 O 记的总督察，他有严重的幻听、幻觉。嚟救我先啦！哎呀，你咪讲啦！仲会见到啲凶手，就系后边呢三个仆街，系咪全部都有你份？点解会变得咁坏？佢里面起码有三重人格，一个系正义嘅神探，我从来冇错过；一个系屠夫，一个系魔警。单单都同你仲写嘅有关，到到佢都第一时间到。与怪物战斗，小心自己成为怪物。冇时间啦，摆脱约定，但我脚先。信我，我是神探。